多谢大侠出手相救，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啊？少爷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当然去找大侠了。等等，玄宗。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下次我们一定要小心这种大令牌的人。走吧，嗯。少爷。 我怎么觉得这儿有点恐怖？大白天的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啊！你是不是男人啊？是啊。好了，不要啰嗦了。我觉得。等我点渴了，给我烧点水来。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们给你找水？你不会给我们找一次吗？ 你不知道女人是需要照顾的吗？哎，我说你，少爷，你看古人曾经说过，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喂，小可。少爷，我们去找水。哼。我们去找水，找水，不要理他了。嗯。少爷，少爷。 有水，有水，我先喝点，少爷。啊，小柯，少爷没拿水壶，我去拿一下啊。过来，啊，过来，你看里面是什么？ 呀！哇，太残忍了，有那么粗的链子拴着小孩啊！哎呀，管他呢，先救出来再说。嗯，你来，小弟弟乖，你不要动啊，我来救你。哎呀，啊啊！少爷，他踢我，全是你。哎呀呀呀，没事没事，这么小的小孩被人残害，残暴起来是可以原谅的，可以原谅啊。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小棉鸡，哎，那不是有个链条吗？你把它扶住，我把它砸开。好，上。你别踢我，我来救你了。哎，乖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别踢了！别踹我们，我们是好人。就是啊，你看我长得那么善良。哎呀，哎呀，住手！把孩子放下。 小朋友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伤害你一根汗毛。小哥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喵！不要让这两个偷小孩的贼跑了！喵！哦，原来你们不是坏人呐！当然啦，我们都是好人。哦。哎。
还有人吗？有有有有啊！还有啊！哪有人呢？头儿呢？糟了，我把他拉村里了。我得去找他。哎，不行，回去就得挨打。挨打也得去，我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待在那儿呢？对不对啊？亏你们还有良心记得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本姑娘我爱在哪儿就在哪儿。再说，我又没有偷孩子，村民追的又不是我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是去做好事来的。哦，哎，我刚才啊和那个村民聊天，他告诉我，平安镇上最近丢了好几个孩子，村民们下地干活不放心，就只能用铁链把孩子拴在家里，也确实粗鲁了一点，也难怪你们误会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误会了，误会了，真的是误会了。误会？为什么每次误会你们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我受伤啊？为什么呀？哎，少爷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咱们做好事呢，一定要先搞清楚状况。要是做好事做到一半被人打死呢，是很冤枉。流浪，别啰嗦了。我刚才听你说的是平安镇对吧？丢了很多孩子。这个地方一定有很多恶人的，有恶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大侠。说不定我们今天遇到的那个大侠就是为这个事情去的。出发平安镇，去帮助大侠除暴安良。喂，又要去啊？哎，等等我。大娘，你们家是不是有孩子？你要干嘛？我会武功，我可以保护他。有病吧？哎，大娘，这个地方看起来是……大爷，大爷，你们家有孩子吗？有啊。太好了，我会武功，我可以保护他。万仔，过来。爹，什么事儿？找你的。哎，不不，我找小孩，不是找你，不是找你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吃个鸡腿吧。吃什么吃？你自己吃吧。哎，谢谢少爷。你呀，就知道吃。据我观察，这个平安镇上一个孩子都没有，看来真是恶人当道，小孩难当啊。遇到这样的事，作为习武之人，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。唐大少爷，这种案子呢，自有捕快来办。就你那点功夫啊，连村夫都打不过，你还是先把自己练好了再来除暴安良吧。啊，我们家少爷主要是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。嗯嗯。啊！啊！兄弟们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不要硬拼。哎，那不是面具大侠吗？这不是有危险吗？呀！呀呀！不许动！住手！你是什么人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之人。如果不是你，今天我们都抓到那个偷小孩的恶人了。偷小孩的恶人？慌慌，放开我家少爷！还有同伙，拿下！啊！骨头！啊！我怎么又错了？还连累了你们。少爷，不用自责，我知道你是好心。唐少侠，拜托你以后长点脑子，不要冲动起来，别人拉都拉不住。我怎么知道他们的身份啊？都穿着便衣，
再说了，那个面具人不是救过我们吗？说吧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叫唐基德，是唐家务的人，他是我书童小可，他是我的朋友叶童。这都是因为中途面具人帮我们打退了一批恶人，我们才觉得他是大侠，所以才有了后面的误会。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呢？哎呀，这人是苦虫，不打不成啊。干嘛？尝尝这个。喂，什么事情有话好说啊？你到底干嘛？放开我家少爷，有本事冲我来。小可，我答应过老爷要保护好你的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护主子，那就你先来。呀，我错了，我不是这么想的呀，不要弄我呀，呀。陆德侠，王捕头，他们没有说谎，这是他们的录音。可他们明明帮了面具人呢。看来是一场误会，城门口的老王也看到他们是傍晚的时候刚刚进的阵。对啊，是误会。这些武功秘籍哪儿来的？啊，唐家巫书店买的，一本会员八折。嗯。你们为什么来到平安镇？唐大少爷听说这里丢了很多孩子，所以要来行侠仗义。王捕头，把他们放了吧。既然有陆大侠做保证，那就把他们给放了吧。哎，等等，你说的是陆大侠？是那个风雷掌的陆大侠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是不是啊？是唐公子吗？哎，正是在下，我等可来拜谢陆大侠。啊，我家主人等候你们多时了，请进吧。好。陆大侠，久闻您风雷掌举世无双，今日一见，我唐基德也不枉此生了。这次来呢，是特意感谢您侠义相救，如果不是因为您的话，我想我们现在……不用客气，既然已经澄清了，你们就赶紧离开平安镇吧。不行，我们要帮陆大侠抓到这个恶人，要不然我们不离开。你要帮我抓恶人？对啊，我犯的错我要弥补，我也想像陆大侠一样能用自己的武功为社会除暴安良。就凭你？少爷，连我这一掌都接不了，你凭什么除暴安良？我劝你们赶紧离开平安镇，不要枉送了性命。我是知道自己武功不好，但是我这次来也是专程向您请教请教的。我的意思已经表明了，你们怎么想的跟我没关系，别留在这儿枉送了性命。送客。是。哎，陆大侠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一赌？如果您用三招打倒我，就算你赢，我就离开。喂，你非要自讨苦吃？但如果你们做到的话，你就输了，我就得留下来。
么快啊？下手那么重啊？没事吧？陆大侠，你输了。我刚刚说了，您用三招打败我，但是您只用了一招，你为什么只用一招呢？你，那个君子，君子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对，少爷聪明啊你，没事吧？下手太重了。唐志德，你个呆子，你费尽心机就为了住这个破柴房啊，我被你气死了。哎，只要每天能见到陆大侠，还能帮他一起抓坏人，我住茅房我都愿意。小可，我也热。哦，越上火越热，越上火越热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今天晚上谁敢偷看，我就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。哎呀，少爷，你踢我干嘛？我没踢你啊。你都把我踢跪地上了。我真没踢你啊。你们偷看完了吗？陆大侠，我们是随便逛逛。还有这个，为什么锁着锁啊？如果你们不想被赶走，就不要这么多的好奇心。记住，不要踏进偏院半步。什么人？大人，唐启德就藏在平安镇路前内。你怎么了？风雷掌。风雷掌。小可，小可，我想起来了。那个，我现在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唐基德，你有什么花样啊？还让不让人睡了？我，陆大侠。我来看看昨天晚上你们睡得好吗？有没有被什么吵到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又被人一惊一乍的吵得睡不着。陆大侠，我想来想去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那个恶人为什么要偷孩子呢？那个蒙面恶人跟陆大侠您交手二三十招，怎么说也算是个高手，以他的身手，完全是可以去抢个钱庄，或者是做更直接的事情。而且我们听捕快说他也没有什么同伙。陆大侠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这些作奸犯科的事自有捕快，我怎么知道？连唐基德都觉得奇怪的事，陆大侠怎么会没有察觉呢？除了获取暴利，我实在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找孩子呀。传说中有些很奇怪的武功，他们经常拿蛇鼠虫蛙
做练习。我看这个面具人，他也应该是武林中人，会不会用小孩子练什么武功啊？啊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一定是非常邪门的武功了。小哥，快把书箱拿来。哦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了？这个阴阳爪，学习这个武功的人必须要杀害童男童女。我相信戴面具的那个家伙，他在学习阴阳爪。啊，这世界上还有这么惨绝人寰的功夫呀？不行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陆大侠，我一定要告诉陆大侠。你们是说这个面具人不是什么人贩子，而是在练什么阴阳爪？是啊。陆大侠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这种功夫吗？有没有我不知道，就算真的有，如果传出去让镇上的人知道了，只会更加恐慌，没有什么好处。不管这个人抓孩子是为了什么，我一定会阻止他，你们不要添乱就好。走了。不让传出去，让镇上的人知道。那个陆大侠怎么总对我们还不让我们添乱？大侠嘛，都有够了。这些作奸犯科的事，自有捕快。我怎么知道？他怎么会不知道阴阳爪呢？我都好像听我爹提起过，只是一时间没想起来罢了。野童。啊。你叨咕什么呢？没什么呀，不让咱管不是更好吗？咱们出去逛逛啊。逛逛？对呀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说不定还能在街上遇到面具人。那如果碰到的话，就不算多管闲事了吧。喂。栓子。娘给你留着门呢，长弟啊，你什么时候回家的？回家吧，长弟，娘给你留着门呢。长弟啊，哎，小哥，这怎么挂个灯也哭啊？上月，这叫长明灯，是给死去的人照亮回家的路用的。他们好可怜啊。给死去的人照明未免有些太荒唐，但是他们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，所以我决定，我绝对不会让面具人再抢走一个孩子。小野，我支持你。你谁啊？少爷，少爷，你的熊找到了。讨厌。恶心死了，恶心死了！哎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恶心死了！你在干什么呀？小哥，像女人吗？像，比童安姑娘还像。喂喂，小可，你骂谁呢？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想男扮女装，引蛇出洞。小可，孩子给我。哦，少爷，接着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这个版本不错吧？我和少爷想出来的。这真是一个好臭的主意啊！啊？为什么？你们俩傻是不是啊？就算蒙面人上了当，就凭你们俩能打得过他们吗？哎，有道理啊！哎呀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！
真扫兴。哎呀哎呀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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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种脏活累活还是我来干吧。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痛快，可是毕竟咱们技不如人，有心无力罢了。打不过也要去打，我一定要试试，被打死也比被憋死强。根本就是以卵击石，去送死嘛。那我们也是两颗卵，见恶人一身血。少爷，我怕。你说什么？我怕。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，你是支持我的，对吧？啊！支持了！这就对了嘛！哎，还有他！哎呀，小可啊，跟我试一下这个机关啊！准备好了？嗯。怎么样，这个肯定能抓住恶人了吧？夏夜，下作是下作的点，不过对付恶人是应当的，就是万一他……什么万一 啊？哪有什么万一啊，没有万一，一定要抓住恶人，这样的话叶童就不会瞧不起我了，说不定陆大侠还会对我另眼相看，还会收我为徒教武功呢。夏夜，你这样笑起来就不像女人了。正义必胜，上野必胜。韩志德，小可，大半天的不见人影，去哪儿了？不是吧，他们俩真的去白白送死了？你是谁呀？把孩子给我，我不杀你。你是抢孩子的坏人吗？把孩子给我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能给你吗？小哥，动手了！是，快快快！出来！出来！把孩子给我，快出来！
什么？我来。你让我来。想要孩子啊？好，那你看看你要的孩子。我杀了你们！保护好你，下辈子，下辈子你当主人，我当仆人。好，骗我！什么人？追了，你们打不过他。哎，陆大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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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唐基德，抓捕面具人是捕房的事儿，你私自办案打草惊蛇，陆大侠还为你受了伤，看来非得把你抓起来不可。等一下，捕头，我这次是有功劳的。什么功劳？我通过这次交手，我可以很肯定的说，那个面具人练的就是阴阳爪。阴阳爪，我有证据。是这个阴阳爪。哎，唐少侠，少爷，少爷，唐基德，唐基德，你不能死啊！我还没好好教训你呢，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干这种傻事儿啊？少爷，你的宏图大志还没有完成呢，你可不能就这么别哭了。或许还有救，真的。死马当活马医吧。陆大侠，少爷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。这是什么？阴阳丸，给唐少侠服下。陆大侠，陆大侠，我们家少爷他真的还有救吗？老爷当初要是坚决一点，不让他习武就好了。唐少侠的父亲也不让他练武。我们家老爷一心想让少爷好好读书，
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可是少爷他只喜欢武术、大侠、江湖，还非拉着我一起闯荡江湖，还说要寻遍天下大侠，拜师学艺。结果你看他现在，你看，陆大侠。好好照顾你们家少爷。这点银子，路上能用得着。童儿呢？快去找童儿！刚才跑了一个淫贼。谁让你不听我的劝呢？反正我是肯定不会让你冒这个险的。哎呀，童儿姑娘，她怎么？哎，童儿姑娘，你哭了？谁哭了？那你眼睛怎么那么红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敢告诉你家少爷，我把你舌头揪下来。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，别这么说。你们在吵什么呀？少爷，你醒了。哎，少爷醒了，太好了，幸好你醒了，不然童儿姑娘就白哭。苦着张脸那么久了，他都。我手上。怎么是湿的？下雨了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我去告诉陆大侠你醒了。唐启德，你以后再去做那种傻事，我就。你盯着我看干什么？你今天脸红红的，还挺好看的。真没义气，物质刚好一点就不管我了。少爷，小可，你是不是嫌我伤得不够重啊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少爷。什么好消息啊？你的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。什么梦想？陆大侠给他的师兄北尊写了一封信，把你推荐到他门下，跟他习武。你说谁？北尊，就是鼎鼎大名的北尊欧阳飞。没错，对。欧阳飞，真是个数一数二的高手哎！这下你可高兴了。真是太好了。我这回终于能跟真正的大侠学习武艺，行侠仗义，惩恶扬善，为民除害，扬名四海。怎么了？词用完了？少爷。多谢陆大侠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能去。唐吉德，不是我唐吉德不识抬举，只是面具人不抓，平安镇的孩子就有危险。我要当大侠，行侠仗义，又怎么能因为拜师而不顾平安镇的安危呢？唐少侠，这样的机会难得，你要考虑清楚。况且你虽然有此心，你难道不知道自己的武功不堪一击吗？
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份力量。我有个师父告诉过我，行侠仗义不在武功高低，重要的是心意。我要当英雄，自然要有牺牲，不懂牺牲的人不是真英雄。不懂牺牲的人不是真英雄。陆大侠，你既然能写信让我去拜他为师，莫不如你直接收我为徒吧。我发过毒誓，此生不再授徒。没有童子，你是练不成阴阳爪的。你是谁？缓解你练功的痛苦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帮我？玄风卫。玄风卫？你可知道阴阳爪是我玄风卫四大护法神功之一吗？什么？阴阳爪是你们玄风卫的神功？所以你既然练此功，就是我们玄风卫的人。我一定会帮你练成此功，到时候你也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。你就不怕我练成神功之后不受你们的控制吗？你以为我刚才给你吃的药只是帮你解除痛苦的吗？它叫噬胆丸，没有我的解药，你会比练功走火入魔更痛苦一万倍。你帮我们一统江湖，我帮你练成神功，一举两得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你要怎么帮助我？后天是十五月圆之夜，如果没有童子，你就会走火入魔，逆袭而亡。我当然是帮你抓童子，助你练功的。好，好，来啊，来来来。好。唐继德啊，你小子武功不怎么样，还挺有眼色的啊，说吧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点点小事。哎呀，什么事说吧。陆大侠不收徒弟这件事，你一定知道原因吧？这个事儿啊，你问我是问对了。不过，你们可别出去乱说啊。这陆大侠呀，把自己的儿子绞死了。什么？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一年前，陆大侠的儿子陆飞练功走火入魔，暴毙身亡。这陆大侠从此心灰意冷，再也不收徒弟，传授武功了。这就难怪了。走火入魔，练的什么武功啊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
新火烛。陆大侠，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少爷，少爷，走开，走，走开！童儿姑娘怕你喝，让我拿给你吃嘛。你这不是等着面具人发现的吗？走开！女人真是麻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送吃的来？有女人关心不好吗？身在福中不知福。陆大侠，我，哎，陆大侠，小可啊，我问你啊，我刚才说女人，陆大侠为什么生气了？少爷，少爷，你忘了，她也是女人啊。你知道有句话这么说吗？这世界上有三种人：男人、女人和大侠。我和陆大侠属于第三种。哦。嗯。死唐吉德，臭唐吉德！你不让我去抓面具人就算了，你居然让我洗衣服！待会儿我就让你看看红叶女侠的厉害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抢孩子？给我上！陆大侠，你连我们旋风卫都认不出来了吗？把孩子带走，快！嗯。女侠，快把孩子走！
侯爷。少爷。哇。小可。啊，侯爷，你现在跟我说话了，他跟我说话了。真的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，哼。啊？哦。陆大侠，你可知道这些是什么人？我们回去再说。那些人是雪风卫，当年银煞的手下。银煞，就是传说中在泰山之巅跟绿影红影大侠决斗的那个银煞。嗯，这下麻烦了，本来单单一个面具人我们还可以对付，现在突然多了这么多高手帮他们，我们顾得了东顾不了西，再想保护村里面那些孩子就难上加难了。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呀。有辣、哇、有什么辣快说。哎呀，我们是不是担心敌人人数众多，孩子又太过分散，这个时候等他们合力出击应接不暇，对不对？嗯，对不？你笨呢，你笨的，你笨，你笨呢。啊，只要我们把孩子全部集中在陆大侠家里，合力守住陆大侠的宅院，那他们在街上就找不到孩子了，对吧？对吧？少爷，这个想法好哎。嗯。王捕头，此计可行。快点，快点，小心点，快！小心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进去吧？那咱们怎么办呢？来，都跟上了。快走快走快走，小心点，来来来，少爷喝嘛，少爷喝嘛。哎，王捕头，孩子们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下我就放心了，就算玄风卫跟那个面具人真的找来，有各位捕快还有陆大侠在，我们就不用怕。过了今天晚上，陆大侠呢？对啊，那我去找找他。陆大侠，陆大侠。30年不见，陆大侠依旧风采不减啊！没想到你们又死灰复燃了。这叫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当年玄风卫几乎灭派，幸亏苍天有眼，我们主公没有死。现在玄风卫已经东山再起了。邪魔歪道，苟延残喘。陆大侠还正气凛然呢。可笑的是，陆大侠一心想铲除玄风卫，可你的儿子竟然练了阴阳掌，这还要感谢陆大侠当年没有烧毁秘籍呢。你给我住嘴！陆大侠，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动手的，我是要来告诉你，如今陆飞已练成了玄风卫的功力，就是我们玄风卫的人。母子连心，我看陆大侠也该加入玄风卫了吧？你们母子二人同心协力，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。哼，大事？我的大事就是废掉你们。陆大侠，
话已至此，等路飞练成阴阳掌，我会让他来见你，到那时候你再不走，母子大战恐怕在所难免。陆大侠，仔细考虑考虑吧。此大战恐怕在所难免。陆大侠，仔细考虑考虑吧。陆大侠，陆大侠，您去哪儿了？我们都找您呢，孩子的事都已经办好了。哎，红叶女侠是你什么人？红叶女侠，她救过我很多次命，然后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。那你是怎么认识叶童的？哦，我跟他是在一个叫小扬州的镇上，他被坏人欺负，我跟小可出手相救，然后一起上路了。保护他？他武功挺高啊。哎，陆大侠，谁武功高？谁武功高啊？哎，是你啊！哎，陆大侠刚刚进屋了。他刚才还问起你呢。啊，问我什么？他先问我红叶女侠跟我什么关系，然后又问我怎么跟你认识的，后来又说了一些什么谁武功高谁武功不高的，反正我听不懂。唐吉德，我问你几个问题啊。你说呀。你觉得陆大侠人怎么样啊？好啊，他是我心中大侠的典范。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？哪儿奇怪啊？我怎么没觉得？你这个榆木脑袋啊！我问你啊，你觉得陆大侠武功高吗？高啊。可是为什么他每次都抓不到面具人呢？是啊，为什么呀？你觉得陆大侠见识广吗？广啊。可是为什么他不知道阴阳掌呢？是啊，为什么不知道呢？还有啊，你说那个后院，他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？对啊，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啊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也就是说，陆大侠知道阴阳掌的事，但是他假装不知道，而且他一直对面具人手下留情。我还以为你真笨呢。我怎么会笨呢？不过说真的，这样讲的话，陆大侠疑点真多呀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我觉得秘密啊就在后面那个院子里。走了。你别害怕，我保护你。喂，你不是说这里是陆少爷的房间吗？怎么那么多死人牌位啊？是啊，真奇怪啊。陈二娃之位，张小栓之位，宋招娣之位。哎，等。陈二娃之位，
宋昭帝之位。这些都是被面具人害死的孩子的灵位啊，那怎么就没有他自己儿子的灵位呢？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陆大侠的儿子根本没有死啊。少爷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你说这三更半夜的上哪儿不好，跑坟地来干嘛呀？胆小鬼，少啰嗦，快走。少爷少爷，这不是陆大侠儿子的坟墓吗？咱们来这儿做什么呀？挖坟。少爷，真开啊！少爷，真开啊！没想到。还是让你们发现了这个秘密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纸是包不住火的。没错，我的儿子陆飞没有死。什么练武意外，重疾而亡，都是我掩人耳目编的谎话。走火入魔倒是真的，用入魔二字来形容我的儿子最合适不过了。你们知道他练的是什么功吗？阴阳爪。这么说面具人就是陆飞啊？是的。那些孩子都是他杀的？是啊，陆家罪孽深重。可是陆大侠，您的风雷掌已经名冠天下，陆飞为什么不跟您学，却要学那些邪门歪道的武功呢？菲儿，为娘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看娘练武。娘，我想学您练功，长大了以后和您一样当大侠。等你长大了就知道这个江湖上面血雨腥风。娘啊，只想让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不嘛，我要当大侠。贝儿，谁让你练武的？你就让我练武吧。拿来，拿来。
想不到陆飞跟我一样痴迷武学。那陆大侠，陆飞是怎么习得阴阳爪的？这门功夫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30年前，江湖侠义之士在白石谷与玄风卫展开决战，虽然代价巨大，但终将玄风卫全部剿灭。为了不让玄风卫的邪恶武功流毒于后世，大家决定将玄风卫的武功秘籍全部烧毁。我因为好奇，悄悄地留下了阴阳爪的秘籍。后来我发现这门武功邪恶至极，就把秘籍藏了起来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陆飞偷入我的书房，从我藏书的地方找到了这本秘籍，还偷偷地练了起来。菲儿，娘给你熬了莲子粥。啊，谢谢娘。书背的怎么样？正在背。藏了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娘，您没事吧？阴阳爪，把秘籍交出来。不，你交不交？不，这是一门极阴的功夫，你一定不能练。反正不论正道邪道，您都不让我练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差别。实话告诉你，这门功夫我已经练了3年了，现在让我放弃，不可能。你，娘，你要是再练这邪门歪道的功夫，就不要再叫我娘。娘，我说了，不要再叫我娘。你不再练这邪门，你还是娘的儿，你没事吧？如果不能，那娘就算是废了你，也不能让你去祸害人。从那以后，菲儿再也没有回过家。说实话，这些年，我心里挺怨恨这个儿子的。为娘是一心为你好啊，你怎么就非得一意孤行地跟我对着干呢？最终还走上了邪门歪道。直到前几天唐少侠出现，我竟然发现你和当初我儿子身上居然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。而如今你却和他有天壤之别，唐少侠的父亲也不让他练武。我们家老爷一心想让少爷好好读书，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，可是少爷他只喜欢武术、大侠、江湖。我有个师父告诉过我，行侠仗义不在乎武功高低，重要的是心意。我要当英雄，自然要有牺牲，不懂牺牲的人不是真英雄。唐少侠，这几天我慢慢地从你身上看明白了，哪个孩子没有英雄梦啊？也许正是我太过强势地把自己的想法硬加在他的身上，
才逼他走上了这条邪门歪道。如果当初我能好好的跟他讲道理，不是那么粗暴的阻止他去练武，或者甚至真的能教他练武，引导他好好做人，堂堂正正的闯荡江湖，可能。陆大侠，不要叫我大侠，就因为我的一己之私，竟然害死了这么多的孩子，我不配大侠这二字。您想让他远离江湖纷争，这何尝不是为他好啊？我相信你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。快点快点，晚了就要出人命了。我估摸着呀，你媳妇今天晚上就要生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点来接我呀？非要等到火烧眉毛了才来呀、啊、真是。如今陆飞已经入魔道，还害死那么多孩子。是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又何尝不是时时刻刻在后悔，所以我才在这里为这些被他害死的孩子设灵堂。我每日上香，希望求得他们在天之灵一丝的原谅。陆大侠，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现在当务之急是陆飞的功夫已经练到了关键时刻，今晚他必有行动，我们应该全力以赴才对啊。要是他真的练成阴阳掌。没错，阴阳掌毁人心性，如果让他练成了，恐怕他真的再也不是我的儿子了，而彻头彻尾的变成一个大魔头，江湖将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，武林大祸。所以我们要阻止他，不能让他练成此功。嗯，放心吧，现在孩子已经集中在后院，只要我们严加看管，过了今晚他们就不会得逞了。嗯。黄捕头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唐吉德，怎么会还要孩子？不可能啊。我想起来了，白天看到镇子东南有户人家有个待产的孕妇，咱们进去吧。那咱们怎么办呢？别管了。难道不好？王捕头，留在这儿看好孩子。好，我也去。哎，少爷，帮忙去啊！这里有我。
要追，去找路飞。好好好。把孩子给我！呀！呀！呀！哎！呀！哎！呀！呀！哎呀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怎么成这样？还不是拜你所赐！要不是当初你非逼着我读什么四书五经，坚决不让我习武；要不是你舍不得把这天下最阴邪的武功秘籍毁掉，而是偷偷地藏在家里；要不是你没有在我一开始练这门武功的时候就阻止我，没有一巴掌把我给毙了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放过我，我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菲儿，为娘这一切都是为你好，为我好。为我好，就把孩子给我。菲儿，悬崖勒马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从头再来。为你整一练，教你风雷掌。来不及了。要是今晚没有那孩子助我练功，我就会气血逆行，走火入魔而死。菲儿，你只要不再练紫邪功，为娘将全身的内力全部输给你，或许可以助你压住逆气，渡过难关。渡过难关又怎样？玄风卫不会放过我的。我已经吃了玄风卫的食脑丸，他们的解药我会死得比走火入魔惨十倍。娘，把孩子给我吧。娘，娘。要是今晚没有那孩子，我会死的。咋成这样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娘，娘，娘，把孩子给我，我会死得很惨。娘，救救我！娘，我是你的菲儿。为娘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那就把孩子给我。菲儿。是为娘害了你，是为娘害了你。Thank you.
能够阻敌，成为天下第一。就是他，挡我者死！拿下！别怕，娘抱着你呢。陆大侠，唐少侠，玄风卫，玄风卫，小心玄风卫。他们重出江湖了，叶姑娘。童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多危险呐！他是个好人，好好照顾他。陆大侠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童儿的。做不成大侠，我也一定会惩恶扬善，行侠仗义。嗯，以后如果我至亲至爱的人也做了违背道义之事，我也断然会为江湖除害。那如果有一天我做了违背江湖道义的事儿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不会的。那如果会呢？没有如果，不会就是不会。少爷少爷，那我呢？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就一脚劈死你。啊，少爷，你怎么这样啊？